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小六。今天是中秋节，我们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小六。今天是中秋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在天台这边赏月烧烤，好吃吗？想不想吃？想吃也不能吃，你上火啦。来吃月饼。你也想吃啊？你要吃是不是？拿走。小心点啊，慢点慢点吃，慢点一口就塞，慢点啊，慢点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喝点凉茶。